现在就看是谁可以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中间的十一分暂停。哦，非常大角度的两边调动，连续的这两板让林贵普是扑倒在地，这球已经来不及了，11-10，晶婷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技术暂停，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的现场。